来个爆头。煮的不够烂。好久没吃，都快忘啥味儿了，太烫了。凉凉再吃。味道是太好了。前段时间这八爪鱼的价格一直挺贵的哈，就是去批发市场拿的话也要大概40多块钱一斤，后来有段时间便宜要30多块钱一斤，就是批发的话啊。这两天的价格稍微有点下调，但是这个价格是最不好稳定的，它是随着它的产量，随着天气的变化来变化，它的价格从来就不稳定啊。所以呢，趁这两天便宜啊，给大家99块钱三斤，还顺丰包邮。喜欢吃八爪鱼的朋友，你们可以趁现在便宜啊，来一单。说到哇，辣炒啊，水煮啊，不建议水煮哈，因为水煮的话太原汁原味了，建议红烧辣炒，吃不了可以冷冻。Thank you.